还好，我操！还好这家伙有点背啊，他他妈爆一刀，哥们死了。点有点背，不暴击的。你看看，着急了。你怎么开局就这么急啊？玩游戏得笑着玩。你看，又急。再不来，我要自己杀了。算了，我自己来吧。等你等的花都谢。我没屏蔽他啊，可惜我没踢呀、啊。啊，怎么算寒冰的头啊？好奇怪，哎，为什么这头算寒冰的？那寒冰怎么在下路呢？探照剑照到就算他的头吗？好夸张。寒冰的 E有一点伤害，有这回事啊？哦，这我还真不知道。
有伤害啊？哦，那我真不清楚。哦，感觉我应该再追一下的。我的，再追一下好了。他这个 Q 回的有点多啊，应该是点那个回血复活了，回的有点多呢。啊，我的，菜子，双兵吧，对吧？给他给早了，我感觉没给早啊，我再不给他要回血了，后续应该再追一下的。还亮不亮牌子了啊？你看我不废了你。啊，操！我的，我感觉还能打的。CD 有点太慢了，现在。啊、哦，我的，我的，哎呀，打不了这了。哦，不假鞋了，我说呢，有点肉哎。先双兵吧，双兵我后续再补振奋。哦，太可惜了，撑不到下一个 W 了。
你亮什么牌子呢？啊？嗯，你亮什么牌子呢？啊？不是哥嘛，你也追上我了啊？你能打死我怎么地？啊！你能打死我啊！给哥们整笑了，来，让你打一会儿啊！这个头像还挺嘲讽的，一个问号。有眼吗？没道理的呀，不知道，这里面居然有眼，我还说看能不能一抢一下他的野怪，不过人头给蛮王是无所谓的，别卡他丁就行，我没大，有大我能跑一跑的，只要我大过墙，他们不好追我的，撤吧，打不过对不对？我倒了队友，我们也倒了。还有疾跑吗？这波追不上。哦，他捡果子了。我有冰拳，我能粘住他，他就死了。粘不住就杀不掉。好了，会大了。卡拉丁很肥啊，注意一下。大刀开的算好。
啊 ！W 没咬出来，咬出来杀了，他扔了个大招过来，我操！不扔这个大招真杀完了，可惜。W 都在读条了，还是死了。抓紧出千变吧，哦，出振奋吧。被扔雷了，没有这个雷，我绝对是杀了，可惜。点燃也有点多啊，就麻烦一个。往后退一下呢，哇，打毛，这中单太菜了，他玩辅助的，哪会打中单呀？啊，套盾了，我都以为他死了。我那个点燃显然是必杀的，这风女给了个盾，还是给了个干锅，那回血的。不是玩个卡萨丁，打个辅助给他闹麻了。真给他闹麻了呀！我不跟他说话，我只能说闹麻了啊！玩卡萨丁打个辅助补位的，给他闹麻了啊！可是我得去管蛮王呢，蛮王不管不行的，蛮王不管家要炸了。哦，他这个有套路的，星石，然后那个。只能一直跑，哦，被越塔了，我操！哦，不对，越塔失误了。我 W 没啃出来，我想卡一下他极限的大招啊！哎，又给他闹麻了。没办法，必须得尝试一下，队友顶不住了。不过被单杀了，确实没啥说的。
没办法呢，他也只杀了我一波，我杀了他好几波呢。闹麻了，闹麻了，你下马别被我抓到了啊！你要赢了，你怎么嘴都行啊？那毕竟我要输了嘛。那你是不是被打烂了呢？是不是？纯靠队友搁这混了一下，闹麻了。你打不过，你喷数值，那你也玩是不是？你打不过。你都比我高了。大龙还有机会能翻着吧，真的，快来快来快来，被动也能偷啊，这不是偷了吗？但应该是有 CD 的吧，他也得五分钟一个，应该是这样。我把他三只山鼠打掉了，等我出点抗性，这把有机会的。但前提是千珏得会玩一点。晚上赢了给他发 EZ， 赢还早呢。我杀他要很久，先回一波吧。魔抗吧，魔抗吧。拜魔或者千变者，千变者3000块，拜魔2900。等我在，别搞啊！哎，别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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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要不就等小龙了。我不在，队友要出事的。没有我看出卡萨丁。
让我一下。这波好像还行，我能回血。尽力了，我真尽力了，我打了八千血，扛了八千血，卡特涅是我打死的，但是这个破败之王太肥了呢。站后一点，这是。一直变身很难玩，在哪里啊？你老给他一直跟他变来变去，谁打得过呀？英雄没有问题，玩什么英雄都没有问题。给我来点钱呢，我差点钱呢。在我的梦里，我看到骸骨风草。那去下路打点钱吧。队友去那里又是干什么？我家里兵线也没人吃。你打他干嘛？这波是我最猛的一波，等一下等一下，我再赶我再赶，好像开的还不错，看他们打野吧，打野切后排。打个毛，别急，还有机会，他们打不动我现在。
够能扛的啦，兄弟们，但是还是扛不住，后排太容易被切了。破败之王也出了个破败，扎克呢？扎克不知道在干什么，又死了，好闪现！哎，赢不了。难玩的很呀，大伙儿，难玩的很，独木难支呢，有点。杀我队友跟杀鸡一样，这没办法。我只能说，一个人顶不住啊，为啥不跟团啊？